講下學做生意啊。咁咧有一個人教呢個 negotiation skill 啊，即係呢個同人討價還價嘅技巧啊。咁嗰時睇嗰本書咧就叫做馮兩老寫嘅喎，即係兩點水個馮啦，兩點水一個馬個馮啦，兩又係兩件個兩，即係一二個兩，老就努力個老，佢叫 one no 馮啊，英文。咁馮兩老，我記得好似喺加拿大呢個大學畢業嘅，翻到香港咁啊從商，咁啊寫書，咁其中咧我買過一餅錄音帶啊，就係講佢講教人點樣 negotiate， 即係例如我而家做裝修工程啊，或者地產買賣咁樣，咁啊免不了要 negotiate 噶嘛，同人啊同人攣下，咁啊鬥下牙教噶，牙教戰啊點樣？你又攞到你嗰件貨，我啊攞到我嘅錢咁樣，就係咁樣。呢個是我學做生意的第一個課程嚟嘅。咁啊，馮兩老死咗嘅咯，死咗好多好多年添喎。啊，所以話推銷員不死咁，其實推銷員都死嘅。話就話不死嘅啫。好，係咁先，多謝收睇，歡迎訂閱。另外咧，跟住我介紹。兩本書我睇過嘅，就講做生意啲技巧嘅，兩本都係艾凡寫嘅。我遲啲先介紹艾凡係咩人，就係、是、草花頭，好似一個交叉咁樣啊，嗰種艾草個艾啊。好，呢次真係拜拜啦，記得訂閱。